耶！欢迎收看内裤侠的不知道要干嘛单元。为什么已经在笑了？今天我们单元要来挑战很多的游戏。我们今天请到了非常漂亮的女生，就是我们的综合佳佳来到我们现场。今天我们的挑战单元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桌上已经有没有？今天我预备了几个游戏，然后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叠起来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把这八个螺母，然后叠在盘子上，手拿着。可以干扰队友吗？当然不行，干扰队友啊！我们要非常的专心呢。我很紧张哎。等一下，我还没介绍另外一个。还有，我介绍我们另外一位也是漂亮的女子，她来自大好大。好了，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天的我们的两位嘉宾。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比赛，看谁的积分最高，好不好？胜利的人会拿到一分，那输的人当然就是零分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准备，我们两个先挑战了。预备，开始。战况非常激烈，一开始只有两个人就不讲话了，很抖。哎呦，即将完成。快闭嘴啦！快闭嘴啦！我撞到了。时间过了35秒。如果这样，这样就不是那样。但是我没有成功，是不是就一直玩下去？玩到变味地了。那接下来，我现在是要拜托我们挑战赛，现在要跟我们的大鹏邓紫棋挑战。自己讲就觉得很。那我们就先放了啊，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难怪呢。撞他！1、2、3，好惨啊！太夸张了啦！这样要我情何以堪嘞？我们要有运动家精神。牌我要最后一个人嘞！1、2、3，哦，我是多少？38秒。哦 ，And you？ 1分01秒。耶、yeah, ！我最厉害的游戏竟然败北了，被打败了。对，被你打败。我们今天呢的第一名，我们的大邓紫棋。我们的大鼓邓紫棋拿到第一名，拿到我们一分的积分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要来准备继续累积我们积分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就是下期见哦。下期继续准时收看我们的不知道干嘛单元内裤侠的挑战时间。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